哎，你好，你是乐乐吗？你是啊，你认识徐坤吗？我大学同学。对，你记不记得你毕业的时候他帮你搬东西？你跟你室友说你特别想去一个地方旅行。布拉格是吗？对，你等一下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这是他订了2张去布拉格的机票。我听到他让随口说了一次，他居然。你愿意跟他一起去吗？他答应了。你说要去哪儿？布拉格。那我赶紧把巴黎和罗马的机票退掉。行，哎呀，一下订6张机票，真是难为你了。哎，你好，我是跑腿的，你男朋友让我来的。道歉是吧？道歉没用。哎，不是，他让我给你送个东西。送什么呀？买个口红，色号都买不对。来，他让你看一下这哪个是迪迦奥特曼。这不都一样吗？好，你再等一下。那你再看一下这里面哪个是佐助，哪个是乔巴。这我怎么知道啊？我都没看过。你看，你都不了解他的爱好，他凭什么知道你的色号呢？我，哎呦我的妈！今天我爸终于做手术了。在过去的一年，我给客户送过蛋糕，送过生日礼物，给钟哥送过毛巾，给酋长送过巴掌，给别人送了这么多，其实最想送给我爸一件东西，一台手术。1年多前，我妈癌症去世，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，我爸常年腿痛，经常卧床不起，却一直没做手术，因为不舍得花钱。这次我承担了所有手术费用，我第一次为家庭，为我爸做了这么大贡献，他以后再也不用受病痛折磨了。如果我妈知道这一切的话，肯定也会很开心吧。如果屏幕前的你现在过得也很辛苦，感到绝望，请你忍住别哭，继续努力工作学习，这一切都会变好的，加油朋友。刚才接了一个给自己买鲜花的订单，还让我说是别人送的，等下看我给他安排的体体面面的。你是那个送东西的吗？哦，你是林梦洁吗？我是。那你这货不能在这儿给你吧？你给自己买的货不得挑个人多的地方送吗？要不你先进去，我再给你送一遍。我是他同事，走，我带你进去找他。啊？梦洁，你给自己买的花到了啊。我刚才认错人了。哎，你好，我是跑腿的，刚才说找钥匙那个订单是你下的吗？对对对，我刚开的门就找不着了，这会儿。哦，没事，那我来帮你找一下。不好意思，你看这也没给你找着，真是。没事，我再自己找找吧。那行了行，好，抱歉啊，不好意思。嗯？钥匙在门上呢，快开门！我是跑腿界彭于晏，今天接了个订单，帮小姐姐把碎了的盘子复原。看她脸上愤怒的表情，就知道这个盘子对她很重要。还好，我当年在武当山学了复原术，3、2、1，搞定。小姐姐瞬间变开心了，还送给我一袋水果。她被我的魅力深深折服，最后还对我依依不舍。小姐姐真是太热情了啊，真是美好的一单。哎，你好，我就刚才打电话那个跑腿的，你男朋友给你买的口红让我给你送过来。这包装怎么拆了呀？我也说好买一个系列，怎么就买一只啊？天天让他买个东西都是抠抠缩缩的。哎，你等一下。你怎么说话的呀？你知道你男朋友为了给你买礼物每次在干嘛吗？什么意思呀？哎呀，走走，你跟我看看。那个就是你男朋友，每次给你买礼物的钱都是他做兼职挣回来的。哎，你别去了吧。你来了。哎，你好，我是跑腿的，过来取一个甜品。好，去，去
就这个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等一下。啊。我们当天有活动，就是猜灯谜，猜对的话可以送你两张电影票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哦，电影票，那猜对了可以请你去看吗？可以啊，不过你要先猜对了才可以。嗯，行啊，那我试一下吧。好。啊。我给你找个谜题啊。嗯。谜题是。好了，我猜不中。我为什么会在这儿看小孩弹钢琴呢？因为我刚才接了一个看孩子的订单。他妈妈出去了，他明天要比赛，所以让我在这盯着他，给你们欣赏一下啊。哎，怎么不弹了呢？来来，继续啊。哥说我不想弹了，咱们下去玩吧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快！我给你10块钱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你妈给了我20呢。来来来，咱继续，快。有个客户让我来这取一个梳子，里面应该有一个小姐姐，我们去撩她一下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小姐姐你好，那个我过来取一个东西。你要取什么？取你可以吗？啊？取你可以吗？老公那儿要取我。取走吧，只要你别后悔就行。不是哥，我是来取梳子的，其实。我接了一个订单，要把这个银行卡给那个小姐姐送过去，我准备去撩她一下。小姐姐你好，你好，那个我看你在这站很久了，觉得你特别漂亮。嗯、那个我能加一下你微信吗？嗯、那个这样吧，我给你变一个魔术，然后变得好的话，你把微信给我怎么样？什么魔术？你把眼睛闭上，然后想一个你现在最想要的东西，然后我能够给你变出来。好，那个你把眼睛睁开。这不是我的银行卡吗？对，那个。因为你是给我送卡的。对对对，那个我能加你微信吗？啊，好。今天我又接了一个遛狗的单子，来，混球过来，给大家看看。嗯，上次有人说我被狗遛了，这次我让你们看看我等一下怎么遛它。来，走。像这种雪橇犬，你就得发挥它的血统啊！来，走，走起，走起，走走走！哎，看到没有，这个脚啊，根本就不用蹬，就是这么的惬意。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，爱能哎。我终于知道，为什么你的主人给你起个名字叫混球了。混球，看看我，你看看我。现在的人分手了都要把东西还给对方吗？刚才有个客户让我把这个箱子给他女朋友送过去，还说如果他不要就让我扔了。哎呀，如果他真不要我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美女 你别哭了，真的这好男人多的是，咱不行再找一个不就行了吗？哎呀，你别伤心了，真的你，哎呀，你看你这东西我不要了。哎，好好，那个这订单你帮我完成一下。你，我要进这家非常有逼格的法国餐厅了，带你们也长长见识。啊，你好。哎，这里也很一般嘛。这有这么多酒啊，你们这酒都咋卖的？一般的得在4-5千吧。哦，不贵不贵。那咱这两个人敞开了吃得多少钱？在2000元左右吧。那也不贵。这个房间。哦，好好好。哎，哥你好，那个我是跑腿的，这个钱包是给您送的吗？哦，是的是的，速度还挺快的。还行还行。是不是要给你个验证码？啊，对对对。有一个客户让我买一个蛋糕，而且送到了之后让我给小朋友唱首歌。有人在吗？哎，你好，这个蛋糕是给您的是吧？谢谢。哎，那个小朋友在哪儿？不是说给他唱首歌吗？小朋友是我。你是小朋友？你今年多大了？6岁。你6岁？不溜有中间也没毛病啊。啊，行行行，那我给你唱啊。好。我跟你说，我这首歌练了半天了，给你唱我都觉得亏了。啊，你给你唱。
快乐池塘栽种了，梦想就变成海洋，鼓的眼睛大嘴巴，同样唱得响亮。刚才抢了一个换备胎的订单，这么热的天估计等下得累死。哎，这个轮胎不知道怎么就没气了。哦，行，好好，那我给你换一下啊。备胎已经换好了，这真是个体力活啊，我去跟客户说一下。你看一下，现在是换好了吗？对对对，那个备胎和工具我都给你放那个后备箱了。这个备胎看着还不错呀，能一直用吗？不行不行，这备胎只能是备胎，你得赶紧把那个胎补了，然后换上。那行，那好吧。哎呀，你看你头上好多汗呀，要不我给你一张纸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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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，那个我先撤了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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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接了一个送鞋的订单，居然让我送到湖边来了，我去看看什么情况。哎，小姐姐你好，那个这个鞋是给你的吗？你看。哎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谢谢你。没事没事，我看你这鞋怎么就一只了现在？哎呦，我刚才在湖边拍抖音呢，不小心我给那个鞋掉进去了。我去，你咋掉的呀？哎呀，我可郁闷了，我给你演示一下啊。哎哎，行。我刚才就这样晃晃晃，然后鞋就掉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反正都不要了，那只也找不着了。我去，你拍个视频，你太下本了你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刚才抢了一个送文件的订单，现在室外温度有35度，我等了他快半个小时了。我看到已经拿到了。嗯，好，先挂了啊。那个哥，那个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，那就是我刚才给客户送了9把刀，然后路上掉了一把，我还剩几把？8把。哦，对对对，还有别的问题吗？没了没了，那个麻烦等一下给个好评啊。好，行，谢谢啊。没事没事。今天接了一个送鲜花的订单。哎，你好，我问一下那个小陈老师在这吗？我来给他送鲜花的。哦，好好好，正在里面练舞呢，我去给他配个乐。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哎嘿哎嘿参北斗啊，生死之交一碗酒啊，说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，哎嘿哎嘿。那个我是来给您送鲜花的。哦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居然有人下单，让我伺候她男朋友打游戏，让我去看一看。哎，兄弟，宝贝儿。哎，你好，那个，请问你是黄晓明吗？嗯，怎么了？没事，那个你女朋友让我来陪你打游戏的。我啊？没事没事，你先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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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我先给你捏捏肩啊，来，放松放松，放松。哎，加油啊，加油！来了来了来了，别急别急。来，小明，小明，来把这个饮料喝了吧，给你买了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再吃个鸡块。哦。来，还有薯条。哇塞，终于吃鸡了，厉害厉害，兄弟，是不是得回去陪女朋友了？好好，马上回去，马上回去陪她。好好好啊。